职女神江疏影今年已经32岁了。除了2014年和胡歌的一段恋情之外，江疏影一直纤少绯闻，她的终身大事也备受外界关注。日前江疏影现身机场，大家却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哦，难道女神的感情方面有新情况？江疏影不仅长相气质出众，而且人家还是学霸一枚，估计大家想不到江疏影竟然是英国东英格利亚大学传媒经济学硕士学位。江疏影真是要颜值有颜值，要才华有才华。江疏影的衣品也是一直很在线的，还有两条又直又白让人羡慕的美腿。日前江疏影现身机场，当天她一袭红裙小露香肩，优雅又不失性感，戴着墨镜品撩发气质十足，她的皮肤真的是白到发光啊。江疏影四肢纤细，秀出小蛮腰，平时她可是一直走性感路线的，这气质在娱乐圈也是能够秒杀一众女明星的吧。当天江疏影心情看上去十分美丽，看到镜头之后热情打招呼，还对着镜头甜笑，上演歪头杀，对着镜头卖萌，女神也是萌萌哒。江疏影双手捂脸超可爱，不过无名指的大钻戒可是超级抢镜的，这款式看上去可不像是带着玩玩的哟。江疏影在机场笑容满面，心情好到飞起，难道是感情生活有新情况了？